人脑记忆无穷无尽，运用本能激发潜能，记忆训练助你极致发挥，完美雕琢黄金大脑，双脑筋 Edit 同你开脑。大纪录在花生台，诚邀网友到 patreon.com/hkpeanut 加入成为会员，月费最低只需港币40元，优先参加活动及专享声音档案重温。香港花生，留守见证发声。欢迎回到来双脑筋 Edit 的节目，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世界记忆大师马占佑邓勤。各位观众，不知道你信不信有轮回的呢？有没有听过前世记忆呢？如果有一天有个四五岁的小朋友跟你说、他记得他以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个军营的那个情况，你会怎么反应呢？这个是他前世带下来的记忆，亦或是现世的这个潜意识去作祟。我们今天就很荣幸邀请到一位嘉宾，是林凡，一位是身心灵整合工作者，跟我们一起以灵学的角度去了解一下记忆这个关系的。欢迎你啊，凡哥。大家好，我是林凡，多指教。你好你好。多谢你邓勤。不用多谢，是非常之荣幸请到你来。都知道你贵人事忙的，都很多事做，又有个 YouTube 节目叫地球人，是很多很多片睇，可以阵间去睇下。你另外有好多呢一个帮人解决灵学灵性层面的问题，或者我的工作就是帮人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哎啱啦，我哋今日好多问题，我一起解决一下啦。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咁啊，第一个问题噶咯。咁其实你面对帮人解决问题啦，接触过好多唔同嘅个案咁样啦，有冇啲咩个案会令到你觉得佢应该有啲前世记忆残余咗，带到落嚟今世，佢仲记得之前嗰世发生啲咩事？有冇啲咩可以分享一下？我想我遇到的个案呢就比较得意的，他不会是很记得他前世发生的事、因为如果通常记得这些事情应该是七岁前会记得的、七岁是很特别的东西、七岁之前呢他是会记得那个、前世的事的，但是呢如果去到我们很大个，譬如十几二十岁，可能来找得我的二十几三十岁，可能他不記得全部，但他記得部分、我記得有個朋友，他是他成日記得自己在一條街那裡行，即是他似是翻工放工那些片段，但他見不到自己的主體、但他不只只是發夢見到，即是第一身視覺這樣看，是的，他就有時他做緊嘢嘅時候都飄啲咁樣情況出嚟，有啲情節咁樣滲落去。我記得他上嗰次去到邊咧，係。我不太記得他講的是意大利還是波蘭、他說不知道哪條街那裡，他回去那條街那條街那裡，但是你知道那裡歐洲的街是可以很多年都不變的嘛，那結果他真的回去、他真的找回那個地方，他找得回那個地方、但因為他的言語不通，他不知道怎麼跟別人說，他只是覺得、他說他回去走了很多次之後，他自己眼淚流出來，哦，有感受，他有感受的，即是他可能他、原来他会发现他那时候是在意大利或者在那个外国地区，他营营役役一生，他来到香港又是这样营营役役一生，那其实他要营役几久呢？哇，即是无管动了了已经好惨喎，这个真是营营役役不断这样去做这样。我们都是、都是的，都是的，即是啲人咩前世做坏事今世做电视。今天这个呢是一个新的电视模式，这样都应该做错了不少事的啦。OK,Anyway, 好特别喎、这个即是有些感触的。会有感触的。有个情绪记忆这样牵连出来。没错没错。是突然间触发的。是的，他初期他是。他自己覺得很神奇的，因為他沒有想過是歐洲的，那是他來到找我、那裡我記得當日我很精準告訴他那裡是哪裡來的、那他嘗試去找，是、跟著他真的找到、okay. 是他真的找得到，然後他、完了那個旅程之後，他回來告訴我，他再找我的時候就已經問我那個輪迴何時停、因為他說在那一生人營營役役幾十年，嚟到而家營營役役，唔係有幾十年啊嘛？咁人為乜咧？
哇！突然间去咗一个升华到一个咁嘅 level， 谂住讲古仔嘅啫，咁快，唔系去咗一个已经好哲学 level 啦。人究竟系为咩？系为咩嘅？系咯，轮回有咩意义呢？哎，非常好啦，我哋呢个可能之后会有解答到呢啲问题嘅。系咁要研究。系啊，呢个比较特别嘅个案。咁除咗呢个，仲有冇啲咩其他嘅个案？如果其他嘅个案，佢其实我谂普遍系会佢对于做完某一啲事嘅人会比较。high 一啲，即係佢好啊！我覺得，即係佢哋可能有啲朋友或者熒幕前嘅朋友都係啦，佢覺得佢硬係唔知應該佢做老闆佢就會開心。O K， 咁應該正常嘅，但通常做老闆就開心。通常咧，呢個無即係呢個我叫做不可抗力嘅驅使咧，係會令到點解會咁樣？係因為佢可能佢上一世佢好恨做，O K， 但佢最後做唔到 ，O K， 其實係悲劇。哦，即系留咗一个遗憾，今世就做到啦，冇错，完事啦，想去完咯。哦 ，OK， 系啊，所以佢咪会拣一啲，如果有人哋会嗌佢做老板嘅工作啊，咁啊好开心啊。哦，啊、即系都系有一种咁样嘅牵连啦，有一种咁样嘅追求嘅喺度。冇错，冇错。咁呢个就系一个所谓不是一个个别事件嘅，系啦、啊，系一个好集体，会系好集体都会。咁佢唔知点解我硬系就好想做嗰样，系佢都唔明点解，但系系一个遗憾嚟。Okay.好想做的那件事可能跟我們之後分享的這位仁兄有些關係、是啊、有些歷史的記錄、除了真實個案有血有淚、無管動那種營營役役之外、原來在這個清代裡面有些蛛絲馬跡我們都找到呢一些的記錄給到人看它是有前世記憶的存在也都講到剛才凡哥那句七歲這麼關鍵的原因究竟是怎樣呢、麻煩可以轉一轉下去 PowerPoint 跟觀眾去看看麻煩了找來的就是這個來自台灣灣國立故宮博物院啦，咁應該比較準確度高啲嘅、一個清代檔案嘅檢索系統，咁揾嚟就係呢一份嘢嘅啫，就係、是、欽定國史大神傳嗱，唔好走住，因為可能咧好多觀眾咧聽到呢啲書啊史冊咧即刻走噶啦，係咪？非常之緊要嘅，點解咧？佢就係講咗呢一位仁兄啊，叫李維係啊，佢嘅樣嘅相貌咧應該就係右邊咧幫佢畫咁樣，墓志銘嗰啲樣啦，咁、佢都介紹咗佢哦，順治二年咁咪就開始做舉人啊、進士。啊，庶吉士啊，即系唔同嘅品位咧，开始攀升啦、跟住又做呢一个嘅官啦、就帮佢当代啊顺治皇帝清世祖做个十六嘅总裁官啦、甚至话去记录咗佢阿爷，甚至佢太爷嘅嗰个历史嘅一个官咁样啦。咁、佢特别嘅就系、是、原来有另一份嘅典籍咧。佢講咗佢有一個前世記憶嘅存在，咁就係揾嚟呢個《三江式略卷三》咧，就講話李公即係阿李慧咧，李公托生啦。咁佢個祖籍咧就係喺高陽嘅，直隸高陽。佢話佢前身就係一位老儒，咁啊示意圖嘅啫，並非係佢啊嚇。佢好叻仔嘅 ，OK， 博通經史，乜書都讀識，只不過係考試唔掂啫，因為嗰陣冇補習天王啊，冇補習天后啊，OK， 咁佢考唔到試啊，冇計啦，要科舉啊嘛。但是呢他是很恨有钱、即好像你刚才所说有一种追求在这里他见到人家李氏大宅呢危患壮丽很大、即我们其实香港人都应该很有共鸣的见到李嘉诚间屋这么漂亮又是姓李嘛是不是个个都想做他的仔的当然了那有一种私心善知我很羡慕他的那有一天呢他就是、继续去记录他本事有做就说他、不舒服了少少唔舒服，突然间觉得佢身轻如燕，躯体好轻快咁样可以数咗入去李氏大宅入边。咁啊见到啦，有班婢女围住一个妇人。咁见到佢应该系临盆在即噶啦，准备生仔大老婆。咁啊登上佢个屋梁嗰度窥探佢，及佢大老婆啦、非常之恐怖啊，完全痴汉嘅行为。OK， 咁啊一手突然间有人推咗佢落去。咁佢落去嘅時候咧就暈咗啦，醒嘅時候就見翻自己，個身體縮細咗，得翻一尺咁多啫。咁啊出邊仲要落住雪咁，啱啱啊大肚婆就問啦，啊出邊咁嘈咩聲啊？竟然呢一個係身長一尺。多少少嘅呢個 B B 都係答佢，咪落雪咯，有咩咁出奇啫？鬼故嚟嘅，鬼故嚟嘅，啱啊！而家七月節啊嘛，鬼故，鬼故嚟嘅。咁所以佢成班親戚咪覺得佢好怪咯，想去浸瓜佢嘅。咁、但係唯獨佢老豆唔俾。咁但係佢最後就唔講嘢啦，因為原來我講嘢會俾人殺，咁梗係知噶嘛。OK， 咁去到佢真係七歲啦，咁佢啲親戚就話：喂，其實咧呢個僆仔都啞噶啦，留喺度做咩啫？
咁樣。咁佢突然間咧笑語，我其實我識講嘢嘅咁樣。咁之後就天賦異品咁樣啦，突然間係叻曬啦，即刻係讀書好聰明伶俐啊，做到宰副嗰個職位，甚至話係宮上親屬騎士。即係其實佢之後亦都有講翻呢件事出嚟嘅。不過最特別咧就係講嗰個七歲嘅關鍵啊。嗯，係啦，佢七歲點關鍵法咧就係嗱，佢七歲之前佢有。爸是唯一一个话不可以浸瓜他的嘛、嗯、但是原来你看回那个阴定什么什么转呢他就有一句话明史有传为七岁而孤那个孤呢就其实是爸爸去世、嗯、即所以他没有人再保他、嗯、所以他之后那个什么发奋图强呢不是因为丧父经历发奋图强是因为没人保他没人保没命的了、okay? 所以他就要去开口讲东西但这个七岁是非常之特别的嗯、不如問一下阿凡哥我們可以轉一轉回來看看謝謝就是為什麼七歲這麼關鍵呢、我們會嘗試去這樣解釋的、我們去想一下一個我們用一部電腦去說是 OK 電腦裡面有個 hard disk 的是如果我將我舊電腦的 hard disk完全就咁拆出嚟，插入部新電腦嗰度，佢可能唔可以完全兼容噶嘛？啱、啊，有啲嘢新 model update 咗 ，iPhone 成日都轉。但係佢咪有啲嘢咪開唔翻咯？係。但有啲嘢佢又開得到。哦。人就係類似咁樣嘅嘢。哦，即係我哋係我哋係隻 hard disk， 我哋 iPhone 係啊，我哋隻個軀體係 iPhone 殼，軀體 iPhone 殼入邊個 hard disk 入邊有嚿 hard disk 喺度呢。個人如果佢軀體壞咗，然之後我哋就攞佢嗰隻 hard disk 嚟轉落去另一部 iPhone 嗰度，係啦。咁但係佢中間有啲嘢開唔翻嘅，因為技能嘅問題。是是但係有啲嘢佢又用得翻嘅，呢都係因為嗰個本身佢預設嗰部硬件嘅問題咯。係、嗯、啦，七歲咧就係、基本上出生嘅時候，佢應該佢話一部機同一部機，佢應該一定有一個叫隔音之物做阻隔嘅。但是他的經歷那麼特別他如果這樣聽他上一期是未應該是未瓜的嘛、他是準備瓜還是病瓜了應該、就是、但他的飄起了然後就跌軌了下去即是在那裡產婦那裡哇正跌那隻失蹤跌了下去這個是我們看到的事那他這個可能他是未經歷完整個或者他的隔音之物出了少少問題、哦、所以帶下來但是七歲應該小朋友七歲之前呢他所有隔音之物一定要又不好都要自行補回好的如果不是他、哦、他會出現了一種叫做人世鬼大的情況出現是即如果他還有一些過往的記憶的滲透、嗯是啊、即他會開始就做了一些不是那個年齡發生的事了、嗯嗯嗯、但是七歲做一個這樣的界線即是 setting 來的、這個、設定來的我們試試這樣想我們人應該有能量場的如果頭七年呢就應該會、我哋叫第一層、第二層、第三層要做好嘅。總共人有七層嘅能量嘅。哦，所以佢七歲之前，佢一定要第一層、第二層、第三層嘅能量要做好曬，跟住佢先至可以同個世界接軌嘅。係係啦。咁點解要係七歲呢、或者我都唔係好明點解，但我只係知道，原來佢大概係七歲左右。咁應該要生好曬，都係生好曬之後，佢最過癮嗰件事就係我哋三次元嘅，所以我哋有長寬高嘅，咁所以頭嗰三浸就係對應長度、高度、闊度，咁、哦、佢就可以穩穩咁樣喺我哋呢個空間嗰度生活到啦。佢、哦、開始知道人哋講乜，佢開始理解到、哦、原來我仲有個時間嘅，我仲可能會有。五十歲、六十歲，營營役役，就頭先我哋講嗰啲咯，就係嗰種營營役役。冇錯啦，如果咪七歲之前佢理解唔到嗰件事嘅話，其實佢未必會好知道自己做緊乜。嗯。但係如果一個七歲嘅小朋友，佢剛剛理解呢啲嘢，佢已經睇穿曬所有嘢，咁佢邊需要學習咧？哦。即係你知啊，細路仔梗有講大話呢樣嘢噶嘛。翻學，超你啲大話咁渣。如果我以一個21歲嘅人嘅思維去睇一個7歲嘅，佢乜都睇穿曬噶嘛，咁佢需唔需要學習咧？哦，佢要俾人呃下，人係要透過
又要跌下，又要成功下，才可以成长到噶嘛？咦，咪做人有咩意思咧 ？OK， 就系嗰、那个，即系不断咁样练嘅，就俾佢揾翻佢做人嗰个意思啦。冇错，佢又要成功下，即系佢要揾到，又要迷失下，又要失败过，又要揾错路，咁呢啲先至系人咯。OK， 所以就有个咁样嘅 setting 嘅。冇错。OK， 因为我哋之前都有大概讲过，即系但系未都系好到肉讲话七岁，我都系就咁赖咗落去，咪就系个潜意识咯。OK， 佢要去 build up 到个潜意识嘛，七岁之前就搞掂噶啦嗰堆嘢。啊，即系原来科学都有讲。科学都有少少嘅。点解释咧？科学诶，佢讲过话诶一个 theta 脑震波，即系有好多唔同嘅 alpha、beta 咁样，去到 theta 嗰个位咧，就系仍然喺七岁之前嘅嗰个位置。七岁之后咧，可能大脑嘅结构开始不断咁变化咧，咁佢就会脱离咗嗰种嘅脑震波，即系个 theta 波，系啊，未必再收到可能你啱所讲之前嗰啲硬件、之前嗰部机嘅嘢。诶，嗱，咁咪对到咯。系啊，其实佢七岁之前佢仲有 theta 波啊嘛。咁其实我哋成日都讲嗰啲灵性嘅体验，全部都系发生喺一啲类似呢一种嘅波频里边发生。哦，所以如果你哋话佢个脑喺七岁之前仲系行紧 theta 波嘅话咧，咁佢有机会做到嘅。Okay. 但佢大个咗应该就唔得啦。OK。咁所以佢系都系嗰七岁嗰个关键位啦，见到啊呢个大约系咁上下。OK， 好，非常好。咁后边我哋又除咗呢一个真实嘅个案嚟睇，我哋亦都可以似一个科学角度嚟睇啦。系啊，科学又好啊，神怪又好啊，冇所谓嘅，全部啊全都要咁样。OK， 咁样嘅东西，我哋又倾下，可以转一转落去 PowerPoint， 又睇下少少嘅个案例子先，唔该晒。系啦，咁就嗱啱都系呢一位啦。好，咁转落去讲科学咧，就揾到嘅系嚟自美国啦。咁其实到而家都 ongoing 做紧嘅，维珍尼亚大学嘅医学院有个好特别嘅部门啊，叫做 perceptual studies。咁 perceptual 你可能叫做啱啱所讲咩感知啊、知觉啊咁样。咁佢系成立咗半个世纪啦，储咗有2500个嘅个案。咁佢本身咧就系、是、一位叫做 Dr. Ian Stephenson。咁去開始做先啦，咁而家就傳位俾咗呢一位 Jim Tucker， 係啦，咁 Jim Tucker 咧，咁佢就寫一本書啊，記錄佢以前嘅嘢啦，即係見過嘅唔同個案啦，唔同嘅小朋友，因為佢話好多都係小朋友嚟嘅，應該就 exactly 就係七歲嗰種啦。咁但係呢一個佢嘅最印象深刻咧，就係話佢交代嘅資料，即係前世嘅記憶嘅資料係比較多啊。咁啊，佢叫做 Ryan Hammond。咁佢受訪嘅時候，2015年啦，大概嗰陣係得十歲啫，其實都唔係一個好大嘅年紀啊。咁可能佢仲有少少資料啊、枝節啊，仲未過曬落去。OK， 未開始一段新的人生。咁佢係點咧？佢係受過 NBC 訪問啦。咁佢就係揾到記得自己係類似一個荷里活明星，叫做 Marty Martin。係啦 ，Marty Martin 啦，個名好特別啦都。咁但係佢唔係一個話劉德華咁樣嘅明星嚟嘅，佢係配角嚟嘅啫。係啦，咁都要揾嗰啲荷里活嘅嗰啲檔案專員咧，去抄翻呢個人出嚟，因為佢甚至喺拍嗰套戲係冇對白嘅。咁但係呢一位嘅 Ryan 咧，佢就話佢記得佢以前咧係一位 dancer 啦，佢係有過五位老婆啦，甚至話佢最中意飲嘅嗰種橙汁係呢種。咁但係 suppose 喺阿 Ryan 嗰個年纪呢种橙汁已经系停咗产噶啦，但系佢话佢记得有呢种味道。OK， 咁啊，甚至记者喺现场都测试下点啊，系咪假噶咁样，即刻攞支嘢俾佢睇啦。如果佢有反应嘅，咁咪系真咯。咁佢真系有反应嘅。你见到佢样，佢你可以话佢扮嘅，咁但系你睇翻条片，其实观众上网都 search 到噶啦。佢都好真嘅噃，好真摯嘅，系啦，即系未好似啱講到話人細鬼大嗰種呃人嘅情況啦。OK， 咁啊，記者都有問嗰個 Doctor 啊 Tucker， 喂，其實佢係咪俾人灌輸落去嘅咧？即系佢係咪背嘅咧？嗰啲答案咁樣，咁啊 ，Jim Tucker 就話啊，其實都唔係嘅，因為嗰啲資料真係你要去不斷咁翻查。先至到出到嚟，因為嗰位 Marty Martin 咧，真係一個唔會好有人認得佢嘅一位演員嚟嘅。咁但係佢剔曬所有55项嘢入邊咧，唯一有一樣嘢係錯啦，就係佢嘅死亡證明。咁啊 ，Ryan 咧就不經意咁話：，唉，我都其實唔係好明白，即係可能我同阿媽嘅事主咁樣，點解我要咁樣營營役役咧？咁樣佢哋都會有種疑問喺度喎。發現咁就係呢位 Ryan 佢就話：，啊，點解上帝要我61岁死咗，然後由頭嚟過咧？
咁但係啊 ，Jim Tucker 就揾到唔係喎，死亡證唔係61歲喎，佢59歲就死咗咯喎，佢係咪假嘅咧？咁但係再追查翻嘅時候，哦，原來係張紙錯嘅，因為呢種係潛規則，呢種係荷里活的潛規則啊，就係原來要報細數 ，OK？ 咁啊，所以原來阿 Ryan 係記得人哋唔知道佢嘅一啲 hidden secret 啊，呢個更加係令到佢係可以作證到佢就係 Marty Martin 嘅在世啦。系啦，一个咁特别嘅 case， 咁啊，甚至话系佢都有参与，即系阿 Tucker 都有参与过嘅一个比较近期啲研究啦，几年前嘅啫，2021年，咁就睇咗一啲综合嘅数据，都系揾咗78个个案啦，咁就话好多有呢种前世记忆嘅人咧，全部大多数都系亚洲人为主，竟然，咁啊，90年到2010年出生噶啦，甚至话好多都系小朋友，系一定有前世记忆，甚至话个胎字啊。都是有些是有30%都是跟前世咁樣係一樣的 OK， 啊資料睇完啦，麻煩我哋又可以轉翻嚟。唔好意思啊，今集係咁樣轉嚟轉去啦。咁啊，科學嚟講點樣睇靈學呢，或者靈學點樣睇科學呢，究竟呢個靈學係我啱所講嘅一種精神病學又好啊，心理學又好啊，催眠又好，究竟係咩嚟嘅咧？佢如果你如果你嘅意思係話佢點樣睇輪迴呢樣嘢，係定係前世今生？點樣睇輪迴先咯？哇！呢樣嘢係其實呢個係一個學習嚟嘅，係係啊，輪迴就係、是、其實呢樣嘢係好悲慘啊！我覺得啊，好悲慘，我覺得好悲慘嘅一件事，係即係我做 case 都做咗。都做了10多年了、我原來在想未夠20年 OK， 即如果你默然回首數翻，係啊，你睇頭先睇咗張相噶嘛，我咪嗰個 Ryan 咯，係啊，你件衫一樣嘅，突然間大個仔咗啦，10年之內，我突然間大個咗係咪啊？即因為佢要學習唔同嘅事，而佢唔係要你學嗰樣嘢，唔係要過度，即係唔係要過度追求，亦都唔係要過度拒絕，佢要啱啱好喺正中間。你要學識呢下呢一個啱啱好控制到嘅，係一件好難、好難、好難嘅事。嗯，係啊，即係但係佢有好多個我哋俗語所講好多個命題要俾你去學。咁你永遠都唔可以學啲嘢係譬如。你做記憶嘅研究嘅，咁你可能好渴求呢啲嘢，你一見到你就喺度係咁死，喺度係咁睇，睇到廢寝忘餐。但係呢、這個唔係你學成，你反而係可以去到一個位，你擺份嘢喺你面前，我可以睇，我可以唔睇，你自己識得去衡量。但係人會咁噶嘛？人譬如我哋要去追求豐盛，咁可能個個人都去追得好緊要，追得好緊要。用曬你所有嘅精力去追，但有啲人就我唔要，我寧願一個簡約嘅生活呢一個山窿嗰度，咁我就非常之拒絕，唔可以有兩個極端，你要喺正中間，有咪 OK 咯，冇我又唔會有太大嘅情緒。佢有644個呢啲622個呢啲咁嘅課題，你慢慢有得玩。哇，600多個咁樣，即係開幾百集噶咯。有一個講一集嘅話，你都幾大鑊。嗱，我都想，但係我係未收集夠600多個課題。哦 ，OK， 係啊，因為我嘅生涯入邊，可能我常見嘅都大概得百宗啲個嘅。OK， 係啊，有啲好奇怪嗰啲，我都可能我有啲我都未見過嘅。係啊，即係課題嚟講係講人生課題嘅課題。嗱，應該係話佢嘅呢個人生，佢嚟到呢度，佢緊要學啲乜嘢？哦 ，OK， 係啦，佢有個佢一定有個主題噶嘛，而你遇到嘅嘢全部都係因應呢個主題，一係扯你去非常渴求嗰邊，一係就扯你去非常拒絕嗰邊。但係需要學習嘅就係喺翻中間，喺翻中間啱啱好，呢下先係個難度。哇，咁好難嘅喎！你試下即係揸車咁樣，你隻左右睇都會揈啦。你仲要擺翻喺中間。係啊，即係好難。有陣時係可能要挑戰緊人嘅一啲我哋嘅本性或者本能。係啊，即係坦白講，嗱，我哋都係男士啊，係嘛？如果而家係突然間喺熒幕前面出現個靚女，我哋會唔會唔望咧？都要望一望。係啦，如果佢著得小布啲，我哋就。都要更加忙一忙的，都唔記得咗錄緊節目嘅啦。係啊，話喺平頭話喺係啦，呢、這個咪就係咯。當佢嚟到，我哋咪會擺咗去渴求嗰邊，咪係咁急咯。哦，咁就中咗伏啦喎。係啦，但係如果我哋係好好
好似好專業嘅，咁但係其實我哋咪違反咗，因為我哋拒絕係啦。OK， 然之後佢越行就越埋。埋到一個位置，我哋真係喂做乜嘢呢？不如一起講，可能會咁。OK， 呢啲係一系列，我逐句所講課題帶俾你個試探。OK， 佢就只係希望擺到你喺中間嗰度先，即係如果得嘅，喂，不如即係直播咁啊！大家睇住廣告先，我哋有啲時間，我跟住熄咗，跟住我哋就喺出邊慢慢同佢傾。係啊，咁呢個咪就係我哋懂得點樣控制咯。OK， okay. 有陣時佢要同翻自己人嘅一種本能去做一個對抗，所以先至我哋會話超越咗咩嘢咧？超越咗一個人嘅人性。是即是他慢慢向着一个叫灵性或者叫神性的界别进化、哦、即是类似一种叫修炼的一个东西。是啊，但其实最好的道场就是在你的生活。哦，最好的道场是生活的。是啊、okay、你试试，你试试被人骂的时候你还可不可以笑笑口、哎、我即是要这样不断地去在个极端上咬回去另一边的。没错，你又不可以，譬如你骂着被人骂着，你又不可以完全拒绝了，因为你的身份可能爸爸妈妈骂你，又或者上司你的另一半骂你，那你又不可以放在这边，但你又不可以说很欢迎你随便骂又不行。他骂到某些位置，如果你觉得不是我不是这样，你会守回一个位置自辩。哦，原来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他一定有个生活，是一定有个难度，生命都有个难度在这里。如果你越能够将这件事摆到中间位的话，那这个就我就会说、啊、你真的你这个课题上就毕业了。OK OK， 好特別呢、這個咁樣嘅課題。講到課題咧，我哋今一集嘅課題可能要分上下兩集噶啦。OK， 但因為之後咧，我哋都有少少關於輪迴嘅課題，嗯、甚至係更加去同大家去講到究竟呢種咁樣嘅意識啊、嗯、記憶係咪可以移植嘅咧？咁、嗯、我哋呢種課題留翻 下集再分解。嗱，亦都係啦，留翻 下個星期五再見。大纪录在花生台，购买本台服务或者应援本台主持，可以 FPS 转数快支号码94681803，或者支票及银行过数到汇丰户口023280233838，台头 Hong Kong Internet Radio Limited， 香港花生，立守见证发声。